林文雄变这个样，你还会想要他吗？当然会，他是我丈夫，他永远都是。那个曾经爱着你的人，又出现了。那我只好当成一个笑话。孙天祥，他可不是个笑话。他已经死了。他没死。常伯群在上海看见他了。 他成了俘虏，受了不少罪，腿也受了伤了。我不相信，孙天祥已经死了，他永远不会回来，没有人可以追上我和文雄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。 谁呀？怎么一大清早你来？我来开。佳琪啊，什么事情？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是谁来了。林妈妈，林妈妈，林妈妈，你到玉梅。 你那么早来我们家，有什么事吗？玉梅，是不是文雄他？他很好，他是我丈夫，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。你告诉我，孙天祥是死？ 是活，他没死了。玉梅，林妈妈，你们真的见过他？没错。 在上海，是的。林妈妈，欣欣，你去打个电话，叫洪翔来一趟。哦，好，不要去，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，他是林文秀的儿子。林妈妈，林妈妈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希望在你身边有个亲人照顾你。 国群，你告诉我，仔仔细细的告诉我，天祥是不是真的没死？你们是不是真的看见他？周玉梅，我从上海回来以后，一直不敢去找你，就是因为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。 告诉你真相，你不会相信，说不定还会把我痛骂一顿。就连林文雄受伤，我也不敢去见他，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啊。玉梅，我很抱歉，真的很抱歉，都怪我沉不住气。其实我告诉你这些做什么呢？ 你们俩夫妻这么恩爱，平手知足了25年，都怪我一时的冲动，毁了大家。天祥，他知道我吗？他知道，他祝福你。 文雄，他要结婚了，是跟个上海小姐。过往我很不喜欢他，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。他好吗？怎么好得了？他腿断了，头发白了，人也老了。
前十五年劳改，后十年颠沛流离的。他到上海也不过一年多的时间，现在这工作也是有一搭的没一搭的，糊口饭吃而已啊。那他为什么不回来？他怎么回得来呀？他连个身份都没有啊。我打听过，天祥早被取消了户籍，自己又已经是那边的公民，如要回来的话，恐怕要费些时间。更何况，他现在又改变主意，不打算回来了。为什么啊，妈咪？回来干什么呢？他在台湾本来就没一个亲人，更何况未婚妻又改嫁了。佳琪，要他回来，情何以堪呐？周玉梅，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去看看他，毕竟你们曾经那么相爱过，你去看他就表示对他的支持鼓励呀。佳琪，你别乱出主意了，你叫玉梅去看天祥，那文雄怎么办呢？你难道要拆散他们这对夫妻吗？这怎么叫做拆散呢？只不过是去看看天祥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周玉梅，你现在知道他没死还活着，而且经历了那么多的折磨，你忍心不去管不去理，连看都不去看他吗？林妈妈，林妈妈，你要去哪里？我送你好不好？玉梅，林妈妈，你等等我，我去换衣服。玉梅，星星啊，玉梅。上海看看他，如果去了能让你平静安心，那我赞成你去。我爹爹说过你们从前的恋爱故事，我想这故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一定没有你妈那么坚强。十年来已经很痛苦，很痛苦。那现在知道他没有死了，我心里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疑问要问他，而且一定要问个清楚明白，我才会安心啊。可是，要是孩子们知道了，他们会怎么想？林妈妈，如果是我，我就不会想那么多了。洪文、洪翔、洪伟都不是孩子，他们都很懂事的。说不定新兴人类还会觉得这种事很炫，没有什么大不了。我担心的是洪翔。林妈妈，他也许会一时想不通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劝他的。我会告诉他，你们都是大人，都是成年人，你们有你们的智慧跟能力去处理感情的事情。我真希望这一切都是梦。从昨天到今天，全都是在我的梦境里。等一下，我睡醒了，我是睡在自己家的床上，文雄就在我旁边，所有的事情从来都不曾发生过。星星，林妈妈，
你跟欣欣怎么会一起来啊？我接林妈一块来的。林伯好些了没？刚打了针，吃了药了。医生说这一觉应该会很好睡。慧祥，你带欣欣去吃早点，我留下来，我来照顾你爸。 妈，你看起来也是一个晚上没睡好的样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事，我没有心事，就是希望你爸赶快好起来。妈，那我们先走了。 方寸大乱，不知所措。你骂我，赶我走，原来都是为了天下。你何苦瞒我？都25年的夫妻了，天底下。 能有几对25年不吵架的夫妻？我们之间怎么可以有秘密呢？天祥没死是好事，我们应该为他感到庆幸。你何必如此自责？ 一个人承担那么大的压力呢？文雄，我们是患难夫妻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我们分开。你为什么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？我。 我好像是做错事的人，我哪里晓得大哥没死，当他没死，我是不是该把你还给他？ 不爱我了吗？你不要我了吗？还是你已经对我感到厌烦？如果是这样，你不用把我还给任何人，我自己会走。玉梅，我舍不得你。 根本不想离开你，可是大哥好可怜，吃那么多苦，受那么多罪。听从大哥说，他们一见面。 大哥就打听你的消息，他日夜思念的。
全都是你了，他日夜思念的，绝对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你，维雄，你是他的兄弟，我是他的未婚妻。 我们都曾经是他的亲人，他不思念我们，思念谁呢？你忘得了他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你当真像刚才说的那样，一辈子。 都不离开我，永远是我的妻子，是，我一辈子都是你的妻子，永远不会分开。那大哥怎么办？也许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好笨，我差点就得罪你了。你怎么不说差点失去我？我不敢说那个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害怕会失去你嘛。我爸这么突然就倒下去了。 我们家一下这么混乱，庆幸你又漂亮又能干，会有很多人追你的。我不希望我的爱成为负担，反而害了你。谁没有身在害病的时候？谁家可以保证永远没有苦难折磨？你是这么潇洒的人，我就不相信这么一点点苦难就能叫你林鸿翔对我打退堂鼓。我没有打退堂鼓啊。 我是害怕你打退堂鼓，所以你就故意气我，把我气得远远的。你怕输啊？对不起。好了，不要说对不起，我原谅你。星星，我真的好爱我爸爸。 在我心里面，他永远会是第一位的。没有关系，他是第一位，我是第二位，但是不许别人也是第二位。星星，我爸这一倒下，对我们家乡的影响真的好大。在我记忆中，他总是慈祥、坚定的付出他的爱。 这种爱是不求回报、没有折扣的。可是我一起去度过之后，他整个人就变了，变得蛮横，变得不近情理。会过去的，都会过去的。也许你等一下回医院，就雨过天晴了，宁波波就恢复以前的宁波波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嘛啊！会吗？ 真的会恢复正常吗？我总觉得我们家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洪翔，你是林家的长子，是林家的中流砥柱，你要照顾爸妈，照顾弟妹，所以不可以气馁，不可以沮丧。一个下定决心。
不被迷惑，不被打倒人，那么再大的祸事，都只是个过程而已啊。太咸太淡了，或者不合你的口味，你要多包涵哦。妈，可以吃饭了。文雄啊，累吗？能和孩子们一桌吃饭吗？回到家，马人什么都不累了。爸，吃饭了。爸，我扶你。可以了。吃一点。林妈妈吃饭了。帮你扶好。好。林伯伯，坐。开饭喽。回家真好。来，吃饭了，大家吃团圆饭。好。爸，试试看。欣欣姐，这下我爸出院，那我就有心情拍广告了耶。我爸出院跟你拍广告是两回事吧？我不管，我不管，反正啊，我就要拍广告。欣姐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工嘛？好，那我明天就好好安排安排。耶！林妈妈，你怎么了？要不要紧啊？没事，红香做的菜很好吃，我噎住了。玉梅，我看你是真的累了，你不要担心我，有孩子们陪我，你要不要先上楼去躺一下？是啊，红翔，你扶林妈上楼。好啊。啊，不要，我自己可以上去，你们好好照顾你爸爸，我上楼休息一下。去吵你妈妈，懂吗？